那叫包掉，叫他写写公式一块的。叫老姨包掉嘞。老姨包掉嘞，看看叫老姨包掉嘞哥。姑姑抱我。这这谁也不叫谁疼嘞。走。慢点。啊。哎呦厉害！哎呦厉害！厉害！让我妈看点什么？两妈看着点吧。交给这个妈。赶紧来！你看啥都成，我眼睛看不清，你看。没有点啥都不用点一个，你赶紧点一个。一人点一个，你看看你吃啥？想吃啥？这是什么？指甲是吗？指甲贴。这个大，这个你贴。是你爷爷，是你姑姑。你问什么？这是。爸爸。妈妈抱着你好不好？爷爷，不是。我问好不好？妈妈抱你还是姑姑抱你？你抱谁吗？不许亲他了。姑姑抱还是妈妈抱？那妈妈抱着吧，好不好？那来姑坐着坐一半天，一天吃累了，姥姥抱抱嘞。找妈妈抱。找妈妈抱这块嘞。让姑歇一会儿。你晚上回家，姑姑还抱，好不好？姑姑有劲儿。哎呀，要姑姑歇会儿。妈妈抱。啊，姑姑有劲儿。姑姑有劲儿，给你歇会儿，知道吧？姑姑歇会儿，待会儿还抱啊。奶奶抱啊。奶奶。就叫姑姑抱。姑姑到这儿成香饽饽了。那我的指甲好看吗？好看。真棒！哎呀，真棒！好，就是棒。这是什么呀？对，指甲贴。那你下面这个、下面这个美女是什么呀？上面。是公主美女。公主美女。对。我给你弄一个啊，好不好？我的我一片子吧。啊，行。你放在盘里好不好？好了，别再过去，别动。你要吃这个是不是？好的。那你加一个好不好？你要用筷子呀。加一个吧。用勺子吧。用勺子吧。吃这个菜吗？我预热一下。啊，吃吧。我预热一下。好。我预热一个。自己做个蛋吧。妈，您自己做点，妈妈给你拌一个。喝点汤吧。快吃吧，拿出来包尿了。没事啊，我给你。哎呦。自己喝自己盛，咱都是一家人，自己喝自己盛，来，慢点啊。吃鱼吧，欣欣。吃吗？好多鱼皮。要一碗，要一碗。上车饺子，下车面，你要一碗面。啊，要汤锅面。啊，慢慢，你吃啥？不吃面。你不吃面，那就要一碗米饭吧。要一碗米饭吧。不要，我吃着就行了。妈，你我也不想吃。两碗米饭吧。对，两碗米饭。吃吧，吃。你也接吃吧。来，快吃。吃啊！你再吃。都吃。吃吧，就浪费了。就是咱没有那么多，一个人也都一把吃。能播吗，西西？慢点啊。都多吃点，都就这点菜，然后咱都把它吃完。咱把菜吃了掉，包点什么什么都浪费了。对，能吃。三星人就是每天都吃面，是吧？对，咱只是经常吃面食。你要吃米饭吧，都说吃不惯，感觉吃米饭吃不饱，吃不惯。喝点汤吧，好不好？不喝汤。不喝汤啊？那喝什么？喝酸奶。喝酸奶，来，我们碗里的酸奶，喝点儿。喝点碗里的酸奶好不好？哎，慢点啊！吹一吹，有点烫啊！我不吃菜菜。不吃菜菜？不吃菜。留碗里。留碗里。好了。把它藏起来。把它藏起来，好了。喝汤吧。哪个？喝汤。吹一吹啊！这边热了。是
吃哪个？妈妈都漏了。啊，不漏，没事，喝吧。哇，真棒！好不好喝啊？吹一吹，吹一吹。啊，妈妈漏了。不漏，没事，没事，喝吧。有纸，这儿有纸。给哥哥睡呀！